小月，你为我把头发剃了，为我做这么多事情，我今天来也是算对你做一个公平的交代吧。哎，你稍等，稍等，稍等，说清楚，你为什么要理发？我觉得我还他一个光头是吧？啊，我对不起。想表达出你歉意的诚意是吗？我不用你理光头。真的要理吗？理了有什么意义呢？我至少把我心里想法告诉你。可是你一定要理吗？你为了不跟我在一起，你连头发都不要跟我在一起吗？那我给你理吧。要理就好好理，站过来，拿凳子，拿个凳子上来。边理边想清楚自己的事儿，你头发别白理了，好吧？我真的一直把你当作好哥们儿。
这头发理了一半不理了，你把那个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好玩是吧？